跟你讨论一下的。好啦，我跟公馆公你走。狐狸精，你死定了！连位包算六路口，硬出是有啦。是你对我无了解，我心肝内充满敬意个。既然今麦做家拢杀出家己的人选啦，我嘛无需要任何顾虑。这边立委的补选，我想要家己亲身出马。我找到三庆啊，而且伊嘛答应，绝对袂有差。那如果是雪莉附身的话，狐狸精作怪，勾引我老公，那不就另外一回事了吗？你把屋库，你压伫头壳，卡出雪莉若真正去有鬼附身，你就无好去看过去。你今仔只正的，一定够啊！你好，我是这间病院的外科主任黄建明。一般的外科主任应该袂像你主动介绍家己，你是叶婷的对象，是。这个查囡仔吼，有带着个囡仔，要让你再顶两王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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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其实是因为少峰选举的事情，想要跟你讨论一下的。好啦，我跟公馆公你走。狐狸精，你死定了！哎，这不怕腿黄？这只是前菜，如果你之后再纠缠我老公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